新闻深深红红。市长柯文哲在刚刚抵达了上海虹桥机场，他神情看起来相当的轻松。他之前曾经十多次访问大陆，而这次是担任市长后第一次，所以相当受到关注。光是随团的人数就超过百人，而媒体也有三四十人。双城论坛这一次今年是第六届，那明天即将登场。这一次跟以往的招商主轴不同，聚焦在城市交流。柯文哲也会分别到四个论坛，包括青年创业、文化、医疗还有智慧城市来分别致意。明天下午还会到上海青创中心来参观，而明天还有一个参观也非常的特别，他会到中共一大会址，据说他对历史非常感兴趣，因此特别提议要到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来进行参观。而第三天柯文哲会到两家医院，包括上海橘子重离子医院，还有 ECFA 过后陆台湾在大陆第一家独资医院来参访。柯文哲在上海的最新行程，中天新闻也会为您持续掌握。以上是虹桥机场最新状况。